Hello， 新加坡的学员、中国的学员们，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又来到我们的体育轩的现场直播， Hello， 来弘扬我们的这个香道。主持人 ，OK。那么今天是特辑，特辑是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不知不觉的做这个现场直播已经做了一年之多，应该有22到24部的现场直播，里面包含很多的香道的尝试啊，玄学啦、啊，一些玄学啊，风水啊，数字啊，九宫飞星啊，老师都有介绍给大家。那么今天呢，老师觉得应该讲什么科目呢？什么课题呢？要介绍我们的华人传统，介绍什么给大家？那么老师讲了很久。我觉得应该是介绍我们的贵妃香，就是我们盛唐时期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那么如果老师今天一个人来展现这贵妃的魅力是不够的，所以今天呢，老师也特别邀请了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贵宾，也是个美女，也是非常著名新加坡的主播，就是我们的依琳。Hello， 新加坡的朋友你们好，中国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依琳。对，那么非常感谢依琳从百忙之中啊抽空到我们的这个 live talk。不客气，师傅。那我们都是这么多年朋友，那我知道你今天的主题呢是贵妃香，那我就很好奇耶，你请我当嘉宾是因为呢我有贵妃的气质呢，还是你是要把我训练成为一个贵妃？哦，你完全是有贵妃的气质。谢谢大家，应该还记得依琳，你出道是几岁出道？哎呦，这个就很年轻的时候就出道了。对，大家还记得吗？很年轻的时候出道。那时候我还看你的节目，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还非常。你是我影迷是吗？是的，因为大家还记得吗？以前依琳做的那个在新加坡很多很多年前很红的节目叫做什么？叽叽喳喳。嗯，叽喳咕叽，对。对，那么。一年就是鸡鸡嘛，嗯，是的，对，所以那时候老师那时候还非常，我们都很年轻啊，现在也不老，哈、哦，也不老，所以那时候留下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所以你看一年保养的这么好，不要讲几岁，我们永远都是28岁。其实你说我保养的很好，我有点汗颜呢，因为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女生。哦，真的、啊？哦，我除了喜欢吃零食啊。又很少运动的，你知道的。对对对，那就是说，依琳本身就是天生丽质了，不用那么用力的去打扮跟照顾，就已经是非常的。还是要保养的，还是要保养的。对对对，一定要保养。所以呢，今天非常感恩，今天依琳呢会抽空出来当我们的这个特别嘉宾。我是来上课的，来偷师的。啊，那么依琳本身也跟老师，哦，我们是朋友嘛，啊，跟老师也学了。4年、嗯，对，上了您的香道啊，对对对对，品香的等等一系列的课程都有。对，就大概4年的时间。对，所以因为本身也是蛮会用香的，也不陌生。对对，我很喜欢做香钻哦，非常喜欢，哦、也喜欢品香。哦，很棒哦。对，我觉得香真的是有一种很自然、天然的一种香味，真的也能够帮助我提神。还有对，还有帮助我助睡眠，对，这就是我要说的，对，抗压力，嗯，对不对？对，因为你都知道拍摄的工作非常的劳累，然后也是日夜不分的，所以呢，真的很需要你的香来提提神，也帮助安眠的，哦，非常重要，对吗？所以我们呢，今天讲的主题课题你都知道了，贵妃香，贵妃香。很重要。对啊，因为就是听到你说今天有这个主题贵妃香，就非常的想要来了解多一点。是的，是的。嗯，那么今天要讲的贵妃香，那么我们先从我们的华人传统，那么因为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受到这个西方这个文化的这个影响，对，所以呢，对日本或者对中国的这个文化非常的不了解。嗯，我这个本身就跟老师一样，都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地大物大嘛，真的。是的，是的，中国文化真的不可思议。对呀，5000年的文化。我们的祖先都来自中国。哦，你祖籍是哪里啊？福建。哦，福建啊，这是海南的，大家都知道。嗯。好，那么我们就事不宜迟，赶快进入主题。对了，对了，我们来进入主题，不然今天就讲不完了。哦，好，那么今天讲的是贵妃香。那么我们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不同的朝代对我们的香不同的影响，
所以大家请看这个 PPT。那么古人讲的这句话，我是觉得大家期待可以看一下这个 PPT， 讲得非常之好。嗯，中国香道萌芽于远古祭祀之礼，起始于春秋配香之德，成型于汉代合香之贵，成熟于盛唐用香之华，普及于两宋燃香之广，完善于明清品香之势，衰败于乱世增长之忧，回春于安定和谐之势。所以大家看了这个 PPT， 跟读了这个华语，大家觉得好好听。对啊，觉得好像都跨越了、穿越了到了那个时代了。对对对，简单的这几句话就涵盖了整个中国的香道文化。嗯，不同的朝代去用香的方法也不太一样。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再看 PPT， 大家觉得贵妃香是哪位贵妃呢？我知道四大美人之一嘛，杨贵妃，杨玉环。你太厉害了，老师还要为要观众们去猜一下，可是观众们都都没来不及猜。哦，对啊，一林就已经把这个答案。不要跟我抢，我知道的。好，那么我去看 PPT， 就是杨贵妃。嗯。那么，你知道为什么四大美女只有我们这个贵妃香只是介绍这个杨贵妃呢？为什么啊？对，我知道四大美女有什么沉鱼落雁之仙，是不是因为贵妃她很爱用香，是吗？是的。那她就喜，我知道她有那个贵妃出浴这句形容词嘛，所以她喜欢泡澡之类的。杨贵妃本身用香是最厉害的，真的，所有的贵妃当中，她用香是最应该最夸张、最厉害，用的香方也是非常的独特。嗯，哦，所以你是讲她本身除了这个琴棋书画嘛，载歌载舞，对，她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女子，非常有才华。嗯，那么她有一个才华，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她用香，她很会做香。真的。那么老师当我呢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老师这么了解杨贵妃。嗯，然后我们是活在2021年的这个20世纪嘛。嗯，杨贵妃是我们大概一千两百年左右。对对，一千两百年左右。所以呢，杨贵妃本身呢是有多夸张，只要男生看到她就一定喜欢她。她有倾国倾城嘛，不是吗？对，是倾国倾城。所以我问所有的观众，是学员们，你从你家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记下你的名字呢？没有的话，就要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live show。OK。老师今天教大家如何把大家变成不管是男，对，不管是男不管是女，都变成万人迷，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真的，变成杨贵妃的词。老师快一点告诉我们。真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变成怎么样吗？老婆的眼睛只有你，老公的胸啊分别只有你，不会看到别的女孩子。就是你是我的唯一就对了。对了，唯一。杨贵妃最重要，你讲得太好。杨贵妃最好的磁场就一句话，就是唯一。唯一。对，皇上后宫3000佳丽。3000佳丽的宠爱在于杨贵妃一个人身上。嗯，你说有多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对不对？嗯。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很多结婚的老公会出轨，都有小三、小四、小五。为什么？因为大家还没有杨贵妃那个，还没有用香，还没有用香。如果用香之后呢，老师觉得，老师真的觉得你一定会变成杨贵妃的磁场。真的，你的感情会非常的好，而且你的贵人也会非常的多。哦，那老师要开始我们说故事了吗？对，带我们穿越到大唐吗？对对对。好，那么现在老师带大家穿越到大唐盛唐时期。嗯，还没穿越之前，我问你一句话。好。那么所有华人住的不同的国家，住的那条街叫什么街呢？女狮子在外国如果有华人的地方吗？对对对对。唐人街。对，唐人街。嗯。为什么观众们？同学们、学员们，为什么在所有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国家就有华人的地方叫唐人街，叫做 China Town？
为什么不叫名人街？明朝不叫明朝名人街，也不叫清朝的清人街，偏偏叫唐人街。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是因为唐人街感觉上就是唐 dynasty 嘛，唐代嘛，那因为在唐朝的时候是最繁盛繁荣的，所以是不是这个原因哦？是的，因为在古代不管所有的朝代在中国，我们就叫鼎盛盛唐时期，盛唐时期在中国是最富有最荣华，艺术方面歌仔方面舞蹈方面工艺方面，在唐朝是最高最顶的时期。对对，那个时候也是那个佛教最鼎盛的时期。对对对，非常的厉害。对，所以呢，这杨贵妃本身呢，夸张到她可以把整个唐朝的人的思想、文化全部改变的非常的厉害，非常厉害。那么当时唐朝有两个非常出名的诗人。哦，这个我知道。对，哪两个很崇拜杨贵妃的？白居易。白居易。李白。李白。还好有读书。白居易、李白。这个 PPT 呢，这个我们就看李白的诗写的杨贵妃的哦。这个，虚拟的那个 PPT 太快了。OK， 李白的那个写的诗是怎么写？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雨华浓，名花倾国两相欢，藏得君王淡笑看。哇，你看这个李白就知道杨贵妃只要皇上看到他就会怎么样，露出他的笑容。这个是很厉害的，如果我们的爱人看到我们的话一看到就露出笑容的话，你觉得你是算厉害？是啊，因为你可以带给大家欢喜。是，就不会愁眉苦展，看到敌人像鬼这样子吗？就人见人爱啊。对，所以爱人看到爱，你看到爱人就是欢笑的嘛。可是现在很多结婚的哦。听说看到老婆，看到先生，整个嘴巴是两下垂。这个我不知道。好奇怪，我说这个婚姻也是太奇怪了。所以呢，今天带给大家正能量。杨贵妃的正能量。就是万人迷。好，那么杨贵妃我们都知道，我们接下来看 PPT。它其中的强点是像依琳讲的倾城倾国。是。倾城倾国是什么意思吗？观众们你们知道吗？什么叫倾城倾国？就是迷倒整个城的人，也迷倒整个国家的人。是。哇，你先想看1200年呢，只有他那么音乐这么厉害。很夸张对不对？是啊，我觉得是这个。我希望我他的一半就好。真的，所以你看这个 PPT 来讲，贵妃一笑便能倾城倾国，她只是一个笑容而已，就有那么大的威力。就是那回眸一下。真的真的，就有那么大的这个威力。迷倒在她裙子之下。对啊，那么她还有什么本能？她的磁场有什么本能？她还可以就是万人迷了嘛。那么她本身可以使你神魂颠倒。他是有什么法术吗？还是他的磁场就能够了？他不用修法，他不用什么念什么咒语，自己本身就不用修爱染冥王吗？我看他也许他前世有修呢，可能前世我就不讲了吧，就讲他这一世，他什么都不用，就可以这么有魅力，非常的厉害，可以让人神魂颠倒，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而且是千宠万宠都在他的一身。很夸张，集万千的宠爱于一身，太夸张，太夸张。那么不但她美，磁场够强，而且她的艺术天分非常的好，她就能歌善舞，又有非常多才多艺的，对，又有艺术的天赋，那么又是用香的高手，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问依琳跟问观众们 ，OK， 问题来了，为什么杨贵妃会用香用得这么厉害？为什么杨贵妃本身是用香的高手？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不要看帮助他提神，帮助他养颜，帮助他助眠，或者是让他成为一个香喷喷的香妃啊？观众们，观众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杨贵妃会用香用得这么厉害吗？快点把答案写进来吧，我们来看看。对对对，我们来看看。大家一块参与。参与一下，参与一下，说，
到底杨贵妃为什么本身用香会用的那么厉害？嗯，哦，所以呢，大家有没有这个答案呢？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上留言。好像听到中国朋友那边也在参与哦。有吗？我都拿下来，就不知道中国朋友讲什么了。嗯，好，那么有一个谁答的是很对的哈？哎，真的把答案写出来了。人无十全十美，嗯，人必有一失。那么杨贵妃本身虽然长得很漂亮，不过她有一个缺点，她的缺点就是她有狐臭。嗯，那个就是一个缺陷美了。缺陷美了。缺陷美。对。那么现代的人，不管是男跟女，有一些真的是有这个缺陷美狐臭，这个狐臭真的是比较怎么讲？比较难治愈，对吗？对，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基因的问题嘛。基因的问题，而且在他的腋下，你知道吗？他的分泌的那个汗的那个汗腺之类的东西。对对对，是比较发达。嗯。sweat gland 啊，在这里就比较发达。所以这一下比较发达呢，就会有这个狐臭的味，所以变成杨贵妃用香用的非常的好，来降低它的狐臭。嗯嗯。所以呢，今天也教大家如何没有狐臭味。哦，看继续看节目哦，很精彩，教大家怎么身上呢没有不好闻的这个味道。嗯嗯嗯、所以呢，我们的学员也很厉害，哦，都答到了。是，他都答对了。那么再看 PPT。杨贵妃喜欢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喜欢琴棋书画。对，琴棋书画肯定喜欢。嗯，我的爱好嘛。杨贵妃喜欢吃什么呢？我知道，我知道，荔枝。对。对，因为在那个我有到过那个中国的西安嘛，那个清华宫，他的在他的宫中的外头就有很多的荔枝树。听说就是皇上因为知道他喜欢荔枝，所以就种了很多的荔枝树。对，你看他的魅力有多厉害。嗯，喜欢吃荔枝，把外省的荔枝树全部扛到华清宫。我多么喜欢吃榴莲，多么希望有人在我们家外种榴莲树。真的，如果大家怎么能够找到喜欢上你的人，叫做真爱，你就说，男朋友啊，还是老公啊，还是太太啊，我喜欢荔枝。他肯定不是把树给搬过来，起码还会去超市买荔枝给你吃，这也算是很不错的。这样可以考验一下。真的，现在有人是这么讲，你想吃自己去买了，好像是不行的。那么他除了喜欢吃荔枝，那么他还喜欢做什么呢？泡澡啊。对了。对啊，喜欢沐浴。对。很喜欢沐浴。那么现在的人的用了华语嘛，我们就叫做沐浴啊，冲凉啊，洗澡啊，洗澡啊，是泡澡啊，泡澡啊，是现代人的语言。嗯，那么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唐朝怎么讲，它的影响力在日本是非常的大，所以你看，在日本的话，他们不讲沐浴，也不讲洗澡，他们讲两个字叫做泡汤。哦，泡汤。对，那么日本的这个华语的用词泡汤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唐朝的用词。对，因为我们在那个丽江的那个西洋丽江嘛，那个华清池，它就是什么桂莲花莲花潭啊，莲花池的什么之类的名称，都是拿来就是说于泡汤。对对，泡汤、啊、泡汤。所以说跟大家讲，如果大家去买那个温泉泡汤浴的粉，你可以看到日本的包装上面都讲泡汤、嗯、所以现在大家就晓得了，这个泡汤本身的这个用词是来于唐朝的。嗯，哦，来于这个唐朝。所以呢，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喜欢泡一泡汤，而且呢，她当然很喜欢用香，用香用的非常的淋漓尽致的境界。好，那么现在呢，老师问大家，想不想过着杨玉环、杨贵妃泡澡的那一种情形，你想不想？我好喜欢泡澡，我真的很喜欢泡澡，因为泡澡可以消除那个疲劳，而且有助于睡眠，非常喜欢泡澡。对对对、嗯。那么而且呢，你知道吗？在到今天呢、啊嗯，就是杨贵妃从她的浴池上来的时候的姿势是非常非常的优美，所以呢。在我们的中国华文里面都有讲过一句话是什么呢？贵妃出浴。贵妃出浴。对，真的，这个
我每次泡澡的时候都会幻想自己是贵妃的。真的哦，所以你大家看这个 PPT， 这个 PPT 的那个图案，这个就是华西圣地嘛，写的那个就是在我们的西安，以前叫长安，对，以前叫长安不叫西安，现在我们就改为西安。所以你看那个照片呢，有一个美女不是很多花瓣吗？那一个呢就是贵妃杨贵妃泡澡的样子，类似了哈，类似是这个样子。那当时是没有相片，没办法，对，没办法这个样子。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唐朝的女生呢、啊，都是非常的丰满漂亮的。对，她的 fashion， 她的服装也非常的漂亮，漂亮，甚至她们的妆容都很特别。是的，所以我们继续看 PPT， 有一幅画，有两幅画，大家看一下，这个一定要看，这个 PPT 一定要看。这两幅画显示的是什么呢？贵妃出浴的画像。好，来看看。观众们有看到吗？对对，这个呢就是贵妃出浴的画像。对对对，所以呢在这个你看，大家看这个图，杨贵妃杨玉环就婀娜多姿，显出女人的魅力，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那么第三张也是贵妃出浴的画像，贵妃出浴的画像。所以大家看一下，杨贵妃是果然真的是倾城倾国，她一举一动都是散发出女孩的魅力，女士们的魅力。哇，真的真的，不是凶巴巴那一类的哈。非常温柔。非常温柔，非常的温柔。那么以前，那么大家再看 PPT， 看 PPT， 老师写了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以前皇上贵妃们泡的汤有不同的池，不同的 bathtub， 不同的池。皇上泡的是莲花池，是供给皇上的；海棠池是供给贵妃们用的；上池汤是供给大臣用的；星辰汤是露天的沐浴，一边泡澡一边看到天上的星星。那么太子汤当然是给太子们所泡的浴。那么我们再继续看这个 PPT， 唐玄宗泡汤，这个呢就是莲花池了。这个在西安的莲花池，你看皇上一个人的 bathtub 浴缸啊，不叫浴缸吧？那么的大。是那个时候到中国西安历山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池真的非常大。但是我就在想，唐代的人他们的体型是不是很魁梧啊？好深好大、我觉得他们过的生活非常的富足，非常的富裕，所以这个皇上泡汤真的好大好大，对，好大的。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 PPT， 这个呢就是杨贵妃泡的汤，叫做什么汤呢？海棠海棠汤。海棠是什么？海棠是一种花，对，所以你看这海棠就有如海棠花的这个 shape。它的整个造型，都像海棠。对对对对，整个造型是按照这个海棠花所建造。那么在杨贵妃在海棠汤里面泡浴。对，据我所知，当时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导游有说，这个温泉呢、它是常年都保持在43度的，非常就好像在泡温泉水一样，常年都43度。哦，很神啊。对，而且它的那个。温泉汤呢、它是对那个皮肤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对对对，不会使皮肤很干燥，对，然后会很润滑，对，而且也可以去角质，对对，那么让皮肤非常的洁白柔软。所以杨贵妃非常喜欢在这里泡汤，对，它的水质非常的好，像温泉的水一样，对对，非常非常的棒。那么我们再看 PPT， 带大家看皇上露天的泡汤，叫做七星池，非常大，像游泳池。哦，你看到这个 PPT 好像奥运会的游泳池一样。对，你看这个 PPT 真的很像，不懂几个 meter 的 length， 哦，20 meters 来过来几个 meter， 我不晓得哈，就是像一个游泳池，就是皇上一边在泡浴的时候，看到天上的星辰。非常日月星辰，日月星辰非常的厉害。你看在唐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享受到
已经是不行了，就是过着非常荣华富贵的生活。对、非常的厉害。好，讲到这里呢，大家知道杨贵妃的下场吗？啊，如果有看戏或者是有读、故事的都知道啊，她最后就是被皇上赐死嘛。是，对。对，为什么会被会给皇上会要就是大臣们要皇上宰了杨贵妃？那个时候我他们是认为说，因为这个皇上唐玄宗就是太沉迷于这个杨贵妃，而忽略了那个就是政治，就是对不上朝。对，那么以现代的语言来讲，每天跟杨贵妃卡拉 OK， 每天跟杨贵妃 disco， 每天跟杨贵妃去浪去吧，你说受得了吗？我们百官受得了吗？根本受不了，就有点荒废了。每天卡拉 OK， 你哪里有心思管这个朝政？而且当时是有那个叛乱，在那个年那个朝代，对，有一个叛乱，所以这个官门就受不了，因为杨贵妃职守太大，没有办法顶。是他们就叛乱了嘛？那高力士就叛乱，要他一定要对，就叛乱。叛乱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就要赐死于杨贵妃。那么问题来了，大家觉得杨贵妃到底有没有死？哈，怎么说呢？老师不是在历史上都说她因此而就是往生了吗？对，难道还有其他的传说？有，大家都知道老师是在日本毕业于香道。是，那么老师在日本我们学香道的时候，偏偏让老师我们就是从杨贵妃有没有死，那么有没有续集，那么老师在日本呢就发现了杨贵妃真的是没有死。这个是也可以讲是一段美丽的传说吧。我们就当真传说，也不敢讲真不真，我不在那时。不过在那个环境，老师在这种环境呢，就是说学香做香的时候呢，有一款非常非常震撼的一款香，就叫做贵妃香了。那么我老师学的这个贵妃香的时候呢，当然在日本呢就有这个研究这个杨贵妃为什么在日本呢有贵妃香，而且在中国已经没有，在整个中国没有什么叫做贵妃香。这个贵妃香杨贵妃的身上什么味道，在整个中国也是没有闻过。那么老师觉得太神奇了，老师到了日本既然可以闻到杨贵妃身上的味道，你说神不神啊？这味道是怎么来的？所以老师就问老师的师傅，说师傅，这个杨贵妃的香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么老师的和尚老师的香道师傅就说，杨贵妃皇上要赐死杨贵妃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赐死她。那么到目前在整个中国都没有杨贵妃的墓，对，找不到她的尸体。第一个找不到他尸体在中国，那么尸体到哪里了呢？就是当时日本跟中国非常的友好，所以杨贵妃就跟了一位日本人就到了日本。那么杨贵妃就是很喜欢用香，所以呢他用香的方法用香的制作的方法留在日本。所以呢老师才有这个机缘学到怎么做这个贵妃香。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是，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多一些关于杨贵妃在日本的事迹吗？好，那么大家看这个 PPT， 有一幅画像，画着杨贵妃非常白的，穿着这个衣服，这个呢是在日本的画像画出杨贵妃的样子。所以大家看 PPT 可以看到这一幕。那么呢，大家继续看这个 PPT， 杨贵妃。在日本有贵妃墓哦。是哦，在哪？我看一下。而且它还有后代的传说哦。神不神啊？很神，很神。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美女的照片？这两位美女山口百惠。对了，山口百惠。以前都喜欢看她的电视剧。演什么戏？信那个阿信啊。阿信。对。考我，我有看的好不好？对。如果观众是我们年代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不小心透露了年龄，我们的年代超疯狂，是超疯迷，一定要赶回家，一定要赶回家看阿信。
这个阿信是他的真名艺名，那艺名叫做山口山口百惠。对，山口百惠本身他在日本就一直讲，嗯哼，从他的家谱来看，嗯，他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是哦，对，他是杨贵妃的后代。所以你想知道杨贵妃长得什么样子，老师你就开玩笑，你就看着山口百惠，你看着他就知道，类似吧，类似我们想象吧，想象的空间，杨贵妃长得就是像这样的美女，你说厉不厉害？非常美丽的一个，非常非常的美丽，非常美丽的一段传说了。对，所以呢，在日本呢，杨贵妃本身有日本名叫做 Yokihi， 然后。Yokihi 对 Yo 在 日语 Yo 就代表羊、Kihi 就代表贵妃，所以他到了日本呢也不叫杨玉环，每个人还是继续叫他杨贵妃，所以叫做 Yokihi。 对对，老师在日本就是学到这个。那么大家继续看这个 PPT， 甚至日本人都当杨贵妃是什么吗？观音的分身。所以在日本的寺庙呢有命名为杨贵妃观音堂，大家看这个 PPT 有没有看到？有杨贵妃观音堂。真的耶，真的，你看他在中国万人迷，到了日本也是万人迷，甚至万人迷到把他当成神的，把他当成观音的化身。所以在寺院也有杨贵妃观音堂。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 PPT 的图，这个就是杨贵妃之墓，它就埋在这里。哇，好壮观，好漂亮。对对，它就埋在这里。我有另外一个照片都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杨贵妃的坟墓在日本。哇，神不神啊？这个是在二尊院应该是在京都吧？哦，京都。应该是，老师要去查一下。不过它的那个院叫做二尊院。那么我们继续看 PPT， 你看有很多的这个作祟仪式嘛，祭祀的这个法会都是祭祀着这个杨贵妃的，哦，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得到，中间有一个草堆，有没有？有一个草丛，那个是火供的仪式，火供的仪式供养这个祭祀杨贵妃。那么杨贵妃也有一个地方叫做杨贵妃 Yokihi no Sato。杨贵妃 no 里牛里的是它的类似故乡的意思，你看日本人民也把一个地方也叫做杨贵妃之故乡，好神奇耶。谁都没有想到原来 在日本还有这么多关于贵妃的事迹呢。对，没有想到，真的是没有想到的，老师觉得太惊讶了，所以一定要把今天的杨贵妃介绍给大家，才知道我们的华人文化是不可思议啊，可以影响到整个日本国。那么日本的有一个作家呢，渡边龙策也写过一本书叫做《杨贵妃复活的秘史》。哦，大家看这个照片，有没有看到日本的这个古书？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古书哈，日本的作家写的，就记载着杨贵妃在日本的生活方式等等。就写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很多的遗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杨贵妃真的是怎么样，曾经在日本生活。是的，很多的铁证你知道吗？是很多的铁证。那么现在呢，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如百闻不如一见啊。我看百闻不如一见，就是老师今天请我来，就是要来看看老师所研发的贵妃香的产品吗？之前我们就看一个我们的那个视频一下，我还没给大家看这个视频，大家看着老师，你知道吗？李白写了这个关于杨贵妃的诗，另外的白居易写的《长恨歌》，对，那个很棒，那首诗真的我很喜欢《长恨歌》。我觉得大家。看了老师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完了之后，你去 YouTube。那么两年前呢，有一个导演拍了这个杨贵妃的一部电影，叫做《妖猫传》。对，我有这个《妖猫传》，真的拍得太好，很漂亮，故事也很精彩。对对对，拍的是就是白居易对杨贵妃本身的那个痴情跟迷恋，是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非常非常漂亮的爱情故事。所以呢。
老师今天给大家看一段妖猫传里面白居易写的长恨歌。好，所以事不宜迟，大家请看杨贵妃当时的怎么样讲盛景吧。就唐朝的那个 唐朝的盛景。哦，我会不会挡住啊？不会哈。寒黄中色自尽过，欲语多年就不得，娘家有女初长成，留在山归人未识。非常漂亮，我只讲了百闻不如一见，当时杨贵妃的风采非常的迷人，非常的了不起。那么如果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过后，你们去看长恨歌，去 Google 去百度一下，他改了一个历史，中国人当时的历史是什么，我们的中国华人 的典型是什么呢？重男轻女，只要生男的不要生女儿。那么在中国现在的这个习俗也是蛮严重，那么中国啊、在新加坡还 OK、还 OK。 那么当时杨贵妃的时候的时刻，你看那个长恨歌，所有的父母呢只要怎么样，重生女不重生男了，为什么要所有的女儿都像杨贵妃那么迷人，都希望有杨贵妃这样的一个命吗？就是很迷人她的磁场。对对对对对，所以不是重男轻女，而是重女轻 男，在唐朝的时候，对，只有杨贵妃那时代，很厉害耶，单单一个女人可以改变整个文化，太厉害了，大家想，太夸张了。那老师事不宜迟，是不是要带我们享受如何拥有像杨贵妃这样高品质的生活啊？是的，那么大家听了杨贵妃的公案，也听了杨贵妃在日本的足迹，对，那么大家也知道杨贵妃是这么的厉害。那么大家也想，哎呀，老师，我好想闻杨贵妃1200年，她到底对到底是什么味道？她对她的身体的体香，她所用的香是什么味道来的？那么呢，老师呢，
现在就公布给大家，老师答应过的，老师会把大家穿越到1200年，闻杨贵妃身上的味道。嗯，那么呢，大家看这个 PPT， 老师公布一些很多秘密的香方，老师不公布，老师只公布一些些，就是杨贵妃的香方里面的香料有什么呢？有檀香，有沉香，有玫瑰，有桂花等秘密的香材。嗯，这些都是1200多年前的味道哦。是的。哦。还有很多很多种药材，嗯，配伍而成。嗯。那么配伍而成的呢，就是杨贵妃的味道。那么老师为了大家能够享受当年杨贵妃泡汤的情节，大家看着这个，看看我们吧。就是。就是这个贵妃香，这是贵妃沐浴露。对，贵妃沐浴露。嗯，就是这个这一款。这个贵妃沐浴露呢，你打开闻一下，这个就是贵妃香。来闻喽。小心哦，它比较粘稠。好香哦！哇，真的好香哎。非常非常的香。对。而且。告诉你也试一下，这个一定要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嗯，好香，而且不油也不粘稠。对对对对，嗯，非常的非常的顺滑，非常的顺滑。对。那么告诉大家，因为老师要把大家带到这个华清池，对对对，把大家带到华清池里面，嗯，有如贵妃出浴、贵妃泡汤的那种味道。嗯，那么老师就觉得怎么把大家带进去那个唐朝，没办法。还好老师会做香，老师就把这个味道放在我们的贵妃沐浴露，就沿着这一款贵妃沐浴露，对，嗯，大家就在沐一边沐浴一边洗澡，就可以感受到当年贵妃在华清池的景。嗯，哎，而且我还发现这是三合一的，对，你不只可以洗头洗脸，还可以洗身体，对，那买这么一罐就足够了。对，请一罐就洗全身。嗯哼，啊，以前的人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分了一大堆，所以一个沐浴露一个香到洗全身，因为它没有化学，一滴化学都没有。嗯，对对，因为市场上有太多化学的产品了，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的组织，而且会使皮肤非常的干燥。对，那这一款呢是完全的是天然的哦。对，百分百天然。嗯，我们有四款沐浴露嘛，那个金刚王啊、慈航啊、色彩跟福德。那么很多学员买回去冲了凉就有一个反应，说老师你的沐浴露怎么没有泡沫。我告诉大家，越贵的沐浴露是越没有泡沫，对，越便宜的沐浴露有好多的泡沫。那都是化学的，化学的化学成分才会产生出很多的泡沫。是的，如果像英国的女王他们所用的沐浴露，哦，有一个品牌老师不方便讲，他们所用的沐浴露是非常的贵，一罐的沐浴露最少是英镑60元以上。他们所涂在身上的沐浴，老师也用那个沐浴露之前，嗯，那么那个沐浴露老师涂在身上是没有泡沫的，所以它是特贵的。所以一般王族们很有钱的达官贵人，他们所用的沐浴露是没有泡沫的，嗯，这个才是顶级的享受，而且会伤到皮肤，而且对湿疹，我们这款沐浴露要贵妃的哈，跟我们所有的沐浴露，老师讲百分百的纯天然，嗯，没有一滴有害的那个化学。所以根据美国的科学家，女生很容易得乳癌，为什么？其中一个这个影响力啊，来自化学的沐浴露。哦，因为化学沐浴露你涂在皮肤，你知道吗？我们的皮肤有不可计算的毛细孔，如果整个化学涂到全身，就等于把毒素往全身抹。嗯，然后这个毒素进入这个血液的话，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身体的危害。是，所以老师这么一介绍呢，这款呢就是非常的天然，嗯，自然。再给大家看一下，而且它味道我刚刚真的是闻过了，非常的香。是的，所以呢，老师觉得现在我们现在的人呢很注重身体的健康。嗯，除此之外还有香，嗯，而且要有利益于我们的皮肤。所以老师觉得怎么这么久了会等不到那么好的百分百的纯天然的沐浴露，而且要用的话非常的贵，60英镑一罐。嗯，所以老师觉得为了大家能够享受到全天然的产品，享受到香的文化，就是让大家都受益。是的，所以老师这么多年学香道，这个贵妃香是
今年2021年第一次大公开的，嗯，第一次制作的，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是的，所以今天看直播的朋友们，你们非常的幸运，你们这个是首播，今天是第一次推出来的，对，第一次的首播。嗯、那么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是天然的，所以因为为了什么而做的呢？母亲节而做，为了感恩报答母亲的恩惠、嗯、老师觉得要把这么好的产品呢供给所有天下的母亲用、嗯、那除了这款产品还有其他的对不对？也有。那么供给这个母亲用的这个沐浴露非常的重要、嗯、因为是多少价格、啊、如果是单价的话，这款吗？嗯，才新币不是人民币，单价的话新币是15元。对，然后呢它是就是120毫升，120毫升。那么可是呢、嗯、我们不单卖今天嘛，我们不单卖，不好意思，因为新加坡学员们，你看完节目你要赶快订，为什么？因为我们来不及做出来，那么现在只有100份。 对，只有100份、嗯、那么中国的学员也是不好意思，也只有200份。嗯、因为老师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很不容易。那么等大家用好了，如果大家的回馈说老师这个100份完了之后的200份完了，我继续要用的话，老师再做，对，好不好？老师答应大家再做。而且这个优惠呢，这一套呢，它不只只有这么一罐的沐浴露，它还有其他产品，我们逐一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是的，是的。嗯、那么呢，我们看 PPT， 这个就是这个图画呢，这个图像呢，就是华西瓷、嗯。那么老师为了这个沐浴露，也被白居易，也被了李白感染了，所以老师也是写了一首诗，关于贵妃用的这个沐浴露了，来听听。好，大家看这个 PPT 的这个诗句，老师写的，我觉得非常的满意。用此贵妃露，沐浴华清中，芳香飘千里，如在花簇中。你用了这个沐浴露本身，就有如沐浴在华清池。对了，你用这个沐浴露，你就有如在唐朝西安的那个泡汤里面，有如贵妃们沐浴，然后呢就在花簇中，就在花群里面芳香飘千里，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如果大家没有用过100%、这个女王天王们用的那个很贵的、沐浴露，不用花那么多钱，只要用我们的贵妃沐浴露，非常的廉宜，非常的合理的价格，就可以尝到100%纯天然少泡沫非常融合的沐浴露、嗯、而且是杨贵妃的味道、哦、那么第二个呢要介绍给大家呢，不只是带给大家看这个 PPT 咯，不只是带给大家享受当年贵妃的柔软的肌肤，而且是柔滑柔嫩的肌肤。那么什么叫做柔滑的肌肤？不是柔滑，柔滑的肌肤是不单单是柔滑柔软，而且会放出光泽，而且还会 Q 弹 Q 弹，噔噔，闪亮闪亮 ，bling bling 的。就是依琳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杨贵妃的润肤霜。对，贵妃润肤霜，我现在帮大家打开看看闻一闻哦。好，来，依琳可以试一下用这个，可以啊，来试一下，老师也试一下。可以，你先拿，我这样来。好。那么我们就拿一点点放在我们的手上和肌肤上，好，那么呢就可以在就是冲完澡洗完澡就可以涂在我们的这个身上了哈。嗯，那你告诉老师感觉如何？好香哦，真的太香，而且一点都不会黏黏的。我最怕就是那些又油又黏的。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气候嘛，非常干燥。对对对对，你们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的润滑，而且真的有一股亮亮的感觉，看到吗？柔滑的，是不是有美白的效果啊？也有美白的效果，是、哦、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呢？啊、好香哦！对对对，它里面有抗氧化剂，嗯、那么还有这个乳木果油，还有维他命 A、E 跟 F。那么这个润肤霜有什么功能呢？它不但可以抗老。如果你有这个老年斑在手上，它慢慢会淡化掉。是哦。是的，是的，是的。那么促进
啊活啊新细胞的成长，嗯，哦，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啊，我真的觉得真很棒，对吗？好香哎、欸！啊，受不了，真的是香到不行。所以大家想拥有杨贵妃的当年的好肌肤以及她的味道的话，事不宜迟，一定要用。现在图还来得及。对，所以老师，大家看 PPT， 老师为了这个润肤霜也写了一首诗，写了什么诗呢？大家听一听：柔婉如丝绵，洁白如冬雪，缕缕柔香透天涯，幽如芙蓉在芙蓉。哎，你可以当诗人了。哎，因为你班被刺激到了，你知道吗？对，创造这个大爆发。这个意思是老师也写了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你涂了这个润肤霜，就是柔软如丝绵，白如冬雪，缕缕柔香透天涯。你的香味真的不行，香的不行，就一米以外的人都可以闻得到，都可以闻得到，而且是什么呢？皮肤有如芙蓉花那么软。真的很棒，我真的很香，我好喜欢这贵妃香的味道，真的太棒了。那么好漂亮，沐浴以外涂了这个润肤霜以外，对，就洗澡之后呢就是用那贵妃的沐浴露，那洗完澡之后再用这个润肤霜。 对，那么还有什么让大家更加的陶醉在杨贵妃的香味里面，就是杨贵妃的贵妃水香，就是俗称的香水，香水俗称的香水，在我们香道界是讲水香，就是这款了，就是这一款杨贵妃的在身上的味道，你可以喷一下，再来给观众们分享，我帮你们喷喷哦。你闻到吗？有闻到，好香啊！我看在这里的工作人员都闻得到，是你们都闻到吧？大家都闻得到，非常的惊人。那么这个，它有一种水蜜桃的味道了。对了，观众，你虽然没有闻到，不过老师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一种水蜜桃的味道，香香的，它又不带又不甜，就是很高级、很高贵的一种味道。是的，是的。里面没有水蜜桃，没有水蜜桃吗？没有，因为老师告诉大家，全世界的水果没办法去提取它的香味的，没有办法。如果你去外面买一些香精油，他说这是蜜桃味道啊，还是什么草莓味道，那都是化学的啊，就知道了。对，那些都是化学的，所有的水果是没有办法提取味道，所以我们香道师呢，靠什么？不同的香花合起来。虽然没有水蜜桃，可是它发出来的味道就是水蜜桃的味道。你会觉得水蜜桃有如刚刚从树上采下来的，对，很鲜美的一股味道，但是又不甜，它就是轻轻柔柔，很香的 peach 的味道。对，水蜜桃 peach 的味道，就有如你知道吗？道家不是有一个瑶池金母，什么蟠桃盛会吗？孙悟空过去打，对对，荡到天空的，对，蟠桃盛会。那么这个有如蟠桃的味道，是好神奇啊！我觉得这个味道适合任何年龄的女生，真的太香了，对，太香了。不只是我告诉大家，但它是不会呛鼻的那种香，它就是很一股很舒服的味道，很舒服的香味。对对对，这是非常的香。不只是女生可以用，其实男生都能用。对对，老师所研发的所有的贵妃香一系列的这个贵妃香的产品，男女都均用的，都适合男女。对对对。那么前几天嘛，有些老师有开课嘛，先给他们试闻这个贵妃香，男的女的都告诉老师爱死了这个产品，爱死了杨贵妃的味道了。所以我明白为什么杨贵妃会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这么香，这么好闻的体香。对，而且告诉大家这个味道。到目前，都闻不到，真的闻不到这个贵妃到底是什么的想法，闻不到，只有在我们的体艺轩上巴拉克的才有这款香。感恩老师在日本留学，把这个秘方给带回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太香了，收在口袋里，可以啊，因为。现在我们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我们好，那么为了这个水香，大家看这个 PPT， 老师也写了这首诗，来描述贵妃的香，来听听老师吟诗。涂此贵妃香，
万宠在于身。哇哦，风霜飘香溢，迷人在心中。老师你也浪漫呢、啊。给杨贵妃的磁场感染到了。是哦，突然间灵感这么多。是的，所以大家，你要你的爱人爱死你，你要你的爱人宠你，你要有这个贵人缘、到爆发，你要有这个万人迷，嗯，你就要自用我们的贵妃香系列。嗯，哦，这个是非常好。那么现在给大家讲好消息，很多学员就会问。啊，老师多少钱啊？这个配套是怎么样的促销？我们现在来逐一的再来说一遍啊。好，从我们的贵妃沐浴露开始。好，那么这个贵妃沐浴露，那这呢，它是120的毫升，那单价呢是15块的。那我们再来介绍我们的贵妃润肤霜，贵妃润肤霜呢是50毫升。那它的单价呢是40哦，40。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贵妃水香，贵妃水香呢是10毫升，那单价是80。那今天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这整套的这个礼盒呢，你可以看到在我们这边呢有非常精美的这个礼盒。在今天呢，我们只售这个优惠价是128元的哦，所以送你呢也是非常的大方的。对，那么这个礼盒呢原本是160元，嗯，那么大家看这个 PPT， 特价母亲节128元，能够享受到沐浴露、润肤霜以及水香。不但如此，我们还赠送大家10克的什么？杨贵妃荔枝绿茶。对，杨贵妃非常喜欢吃这个绿茶，喝绿茶。那么呢，这个呢吃荔枝，所以呢，我们这个呢是赠送出去的。对，就是随着这礼盒呢赠送给大家的。对，所以呢，128元，除了有三套的这个沐浴露、润肤霜以及水香，那么还有呢，给大家品喝。杨贵妃的荔枝绿茶，所以大家就可以从就是泡完澡了，涂完了润肤乳，然后又涂了香水，就一边的品茗那个荔枝茶。对对 对, 对，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在1200年唐朝的时候，享受到杨贵妃的低调奢华的生活。哦，是的，那我们今天就100套哦，新加坡朋友就100套，那中国的朋友呢有200套哦，所以事不宜迟，大家快点上我们的链接了。对，上链接，上我们的那个 website 的第一页的头像，你就按就行了，我们已经做好了。或者呢，是可以直接在，就是新加坡的朋友可以直接在 Facebook 下单的，都行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你知道吗？除了柚香以外呢，所有的达官贵人，他们很喜欢有一个宝物来加强他们的磁场。那个是什么宝物呢？因为母亲节，我觉得要送母亲最好的礼物。除了整个贵妃香的这个活动以外呢，老师手上拿的这个宝物，那你看一下。好，这个是什么？这个呢就是奇楠的沉香之王。对，那么奇楠本身呢，有一个大家看这个 PPT， 有一句俗话怎么讲？男有奇楠为王命，女有奇楠为后命，家有奇楠为不败之家。全世界的首富以及是懂这个香文化的人呢，都会拼命的收藏奇楠。老师身上带的是不是也是奇楠呢？是啊。那么大家看，老师身上带的这个呢，叫做黄芪。这个黄芪，那么告诉大家，老师一个神奇的一个公案吧。那么奇楠是什么？奇楠在沉香界里面来讲呢，是最级别是最高的，最顶级的。那么很多观众们不晓得这个奇楠是什么，例如说这个森林里面有500棵沉香树，只有1棵到2棵才有奇楠，而且不是整棵树有奇楠哦，只是一部分有奇楠而已。为什么这一棵树有奇楠呢？因为大家知道沉香要生香，它本身要受伤，身上分泌油脂愈合它的伤口，要经过10年才有沉香，所以沉香那么贵。对。
那么只有那么一颗，它的这个油跟一般的沉香不一样，它结出极难的油。因为呢，在这个树的根，它的根啊，刚好这整棵树在风水龙穴之上，所以呢，它要愈合它的伤口的时候呢，它的根可以吸那个地的龙穴的精华，来愈合它的伤口，才能够结到奇楠。所以是非常少之又少。那么奇楠一般是多少钱的？这是好贵的，都好贵，就是万万生万岁爷的。那么刚好老师刚好有一个手串是奇楠，要22000。那么学员们说啊、老师，请你慈悲慈悲一下，让我们每个都可以拥有这个奇楠。老师就说好吧，老师就把这个手串给剪了。哦，就在这。就在这，就里面有20颗，就20颗。那么呢，学员们喜欢的话，就可以请一颗当成挂坠，像老师的这个奇楠这个样子。那么老师这个奇楠非常的贵，非常的贵。那么有了这个奇楠的时候，你还可以跟他许愿，他活的。那么你握住他的时候，你跟他许愿的话，你的愿望会很快很快被达成。马上这么多颗落在我手中许愿。是的，那么老师，哎，也不好意思讲，不过老师也要讲一下。那么这个奇楠呢，老师，我觉得高不可攀呐、因为它太贵了，高不可攀。老师就见到这个奇楠就许愿，说奇楠奇楠，希望你给我有这个大的福报，能够请到你。不到一个月，莫名其妙不懂哪里来的这个一点点的小财，就让老师能够请到老师身上带的这个奇楠。这个奇楠啊，新币要28000。那么老师就拿了这个奇楠就跟他许愿，奇楠奇楠，你再让我降一笔横财吧，让我可以请第二个奇楠。那么不到3个月，一笔横财又来了，老师又第二个奇楠，价格也是28000。那么两个奇楠老师在讲了，请你有了两个，要你要生孩子了，你要生孩子，如果有一个如意手环，那该多好。所以呢，老师也这么求，跟他们讲，请你帮忙。有老师圆满老师的愿望，有一个这个如意手环，不到6个月，那么老师也有了这个奇楠，老师所带的这个奇楠，也就是奇楠的如意手环，都老师都能够如愿以偿啊！是，大家要相信，这个奇楠的力量非常的神奇，非常的大。那么现在大家不用20000多去请奇楠，一颗。从300元到800元都能够请到，不过300元的已经抢完了，没了。现在只有最后20颗，一颗大约要20000，一颗大约840元新币。就这一颗嘛？对，这一颗。那么记得奇楠你要挂在哪里呢？你就要挂在这个膻中穴，要挂在膻中穴在这里，才有养生。它对心脏、对肾脏。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奇特的木。那么改次呢，如果大家想上沉香课的话，老师现场直播也会讲深一点的这个沉香课。所以呢，如果有兴趣要请购这奇楠的话，也可以上我们的连接，或者是直接在 Facebook 呢，那中国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上连接呢来请购的。对，那么大家看 PPT 你会看到一个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富豪，他手上拿一串这个黑色的珠子，这个就是整串就是奇楠。那个价格应该有美金500万以上吧？大家看他手上拿的整条是奇楠，这个，那么大家看这个老师，你知道吗？不管在中国的富豪，不管是新加坡的富豪。不管是欧洲的王子、太子、这个王室们的富豪，都在收奇楠，因为这个奇楠，我觉得10年后大家也没办法看到，因为所有的沉香在全世界已经是禁止砍伐的，已经是禁止砍伐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这个机缘，请多多珍惜，不用20000，也不用10000，也不用几百万去买。只有800多块，最老师在我手上只有目前只有这20粒就没了。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要送给母亲、送给自己、老公、送给太太，觉得太太很辛苦，你就送奇楠。真的送奇楠，那个我觉得是太棒太棒。
太棒。那我们要再打一下广告了，老师。那今天的母亲节的优惠呢，就是这一套贵妃香水，还有贵妃沐浴露跟贵妃的那个润肤酸的一系列的贵妃系列，那就128元了，大家快点来抢购。我刚刚呢就看了一下我们 Facebook 上的朋友呢，非常的踊跃，很多人都要三套两套的，所以我们只有100套哦，事不宜迟，大家快来送给妈妈还有女朋友，都是非常的开心和一件非常得体大方的礼物哦。对，那么有学员问，那一粒的这个极难是几克？哦，这一粒的极难是应该是1.2克。1.2克。1.2，应该是吧，0.6克。哎，都好啦，我可以再称一称啦。就是840元吧，840元，0.6到1克吧，0点多克。如果老师没有记错的话，已经是蛮大的，你看。是的。哦。嗯。已经是蛮大的这个。对。哦，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棒。哦，所以呢，哦，很多的学员就订3套、订2套、订1套。所以大家赶快，只有100套的杨贵妃的味道要没了。我们幕后的朋友现在在计算了了，所以如果这100套呢抢完了就没了，那老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再制作这个贵妃香了。对对，要等老师有空的时候，老师最近太忙。因为秘方是不可以公开的。对，秘方不可以公开。老师有很多的香方，那么老师觉得目前带给大家最受益的。尤其在母亲节，我就要感恩母亲节。是的，我觉得只有贵妃香，我保证大家的，你闻了贵妃香，你会觉得天哪，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个味道？这么香的味道？对，怎么会有这种味道？太夸张了！就刚才那个贵妃香水，那个水香的味道，到现在我都觉得真的是很持久，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持久的，非常迷人。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身上又用洗了沐浴露，又放了润肤霜。又喷了这个贵妃的水香，你一出门，一定每个人闻你到底是什么味道身上。而且这贵妃水香呢，可以保持就是持久10个小时哦。对对，长达10个小时。最少。对，最少10个小时。对，因为是古方做的这个水香，都会持久非常。因为是天然的嘛。因为是天然。对，而且是天然的，100%纯天然，没有一滴的化学成分。我们支持天然的产品，必须要的。哦，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么观众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发问。是的，老师开放问问题了。有没有特别的问题要问的呢？因为我觉得今天很有趣，这个话题。对，非常有趣，非常的有趣。好像就是带我们了解了大唐的历史啊，也让我们了解到这个贵妃的。水箱啊，沐浴露等等的，而且是首次大公开，哦，首次大公开这个秘方，所以请大家多多珍惜啦。那么希望很快呢，我们又再可以跟依琳跟大家一起再见面了。好，那么今天已经多久了？已经是9:15了，所以呢也接近我们的尾声，也接近我们的这个尾声。所以呢，谢谢大家从百忙之中抽空来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相信，如果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我们会做更好更好的节目，是的，给大家看。那我也希望下一次呢，老师还会再邀请我上节目呢。那我们有更多的优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对，而且呢，不单是在我们的室内拍摄，希望节目越做越好，可以去室外拍摄呢，也带大家。可以等 COVID 之后，就可以带大家到更多的地方去拍摄，现场拍摄，就是把更多的天然的产品呢介绍给我们的朋友们，让广大的朋友们都能够受益的。对，真的好。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哦。谢谢新加坡的朋友，也谢谢中国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谢谢你今天的出席了哈，谢谢。好，谢谢大家了，我们2个礼拜后再见喽，应该是吧。好，拜拜，晚安，晚安。